们要乘坐游轮前往南照岛小沙滩，在那里大家可以选择给自己的搭档拍摄一组照片当做旅行纪念，或者可以选择带上花环和自己的搭档一起跳舞。莫斯科没有眼泪，我要吐了。有点。哎，我们的导演问我，他说：“哎，你一天都没有碰到陈赫，你想他吗？”我说：“太好了。”我说：“我们来到这儿是感受大理的这种宁静，他来是污染这儿。”我感觉我这一天好干净哦，好安静，就感觉把它擦掉，这个人从生活中擦掉，好舒服啊！别动。你看看这个刘海，你看看这个刘海。啊，戴天然的帽子。同样是，你看看，哇。我还是帅，还是帅啊。还是陈赫的最好玩。好了，快到岸了，我们有什么任务在船上？发呆。阻拦营。我们一定赢。发呆。不一定。要忍笑吗？来，请来领取任务卡。我们每一组有两次挑战机会。哇，非常简单的任务，把杯子里的水全部含在口中，搭档面对面就坐，捂住对方的耳朵，深情吟诗。坚持30秒没有喷出或者咽下口中的水就算成功。节目组真的坑我们的，哪个男生敢喷女生？我喷死他。我喷死你。我申请先来，越到后面杂念越多。 OK， 所以晨哥组先来。哇，这口水挺多的，来吧。来，3、2、1，计时开始。我们根本控制不住要喷住你，控制不住要喷住你，要对视，要对视，要对视，对视。对视，捂耳朵，对视，捂耳朵，对，你要控制你自己啊！你不要讲这句。你不要讲这句。我们再来一次好吧，我重新试一次。帮我绑住邓超哥哥吧。哎，姐，我都不用说话，你不要再说，你不要说话。最后一次挑战，3、2、1，计时开始，30秒开始。你们在捅别人耳朵啊？我根本。控制不住，我自己很。要看呐。对，深情对话。深情。我控制不住我自己。25、26。哎，把刘海给他看。27。28。29。30，30，时间到，挑战成功。耶！刘海都没有用，这么厉害。主要这水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太多。